哎，专门追盘了，哇塞，哎，完了完了了。现在我的这个大叔在家里面打井水呀、啊，但是这个龙头打不开啊，这个大叔帮我打开，我看一下在哪里打开的。哦，这是用这个拧开的啊。哦，谢谢大叔。啊，这里是拧开的，有个东西。哦，这个大叔行的不方便，他还帮我把这个钥匙告诉我。现在打了一盆这个水，大叔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这个大叔太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水也有了，然后找个地方露营，然后做饭。今天又来到一个也不拉屎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荒无人烟啊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，除了这个车子。但是很奇怪啊，在这个工作边上居然有一块水泥地，好像这是为我们准备的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在这里露营了。就是这里了，这么大一块水泥地啊，挺干净的。哇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，很奇怪。上去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的露营地就是下面那一块水泥地。这个山高到里面居然刮起了一阵风啊，怎么那个风怎么来的？这个居然比较难走啊，可能是今天骑了一天自行车的原因吧。上来了，原来这里住了很多老前辈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不上去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周，全部都是大山的，全部都是山。这个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，赶紧下去做饭吃。这个老表正在下面忙呢。好了，先做饭吧。哎，老表，你看黄瓜，这个本来是我想当那个粮食，结果只能当菜了。青瓜是吧？青糕，那刚好。青瓜，炒辣椒是吧？对，这个一条半，一条半应该够了。差不多。先煮饭，先煮饭，我把菜切一下。这是这个，风可大呀，这是快弄焦了。不打招呼吧。这个角度小一点，你看这个都很脏啊。好，这里挡住嘛，那你不觉得这里把你挡住就行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去，好，这个帐篷，这个帐篷变成个扁的，断掉了断掉了，这个帐篷已经断了。这里这个风太大了，根本就压不住啊。这个峡谷里面那个风啊特别大，而且是一阵一阵的，这个帐篷根本就顶不住啊。没办法了，我们现在只能搬地方了。哎，去走去走。哎哎哎，帐篷吹翻了，哇塞，哎哎，完蛋完蛋了。哎哎哎，我去，一直吹到马路上面就危险了，赶紧把这个弄好弄好，把东西收拾一下。这个饭的话很做好，做好饭以后然后换地方，只能这样子了。现在我又把它收拾好了，真倒霉啊。看一下这个菜这么脏了，现在只能洗一下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个饭的话正在煮，这一次失算了，没想到这个峡谷里面那个风啊特别大，所以以后啊这个峡谷里面
不能搭帐篷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饭煮好了，然后就挪地方了。这个菜的话，就是换个地方把它切了，这个地方肯定是切不起了。哇！现在赶紧把这个饭煮熟了，赶紧走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我已经收拾好了，饭一熟，马上就走。饭熟了吗？熟了。哇！今天煮的特别好呀。嗯。没怎么活啊，走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然后现在把这个火熄了，哇，这个火。好了，这个火熄了。走吧走吧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有点倒霉啊。车子这么多，今天收拾不力，好像这里上不去啊，骑不上去啊。每一天在路上艰苦奔波，留下了许多许多血汗。